网课估值和公司理财。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 Aswath Damodaran 的课《估值和公司理财》新年又开课了。2021年，我是3月底才知道这两门课，所以是赶着看视频补课。虽说每次课后测试我都做了，但没时间做课题项目。今年，我可以跟着实时的进度学习，准备学以致用，好好分析一些公司。教授的课2021年因为新冠疫情是在线上课的，今年教授回到校园的课堂上课了，但仍然把课录下来放到网上免费供大家学习。估值一共28节课，公司理财一共26节课，从2022年1月31日至5月9日，每周星期一和星期三各上一次课，每次80分钟。估值的课主要介绍给公司估值的方法。无论是成熟的还是年轻的公司，快速发展的还是平稳发展的公司，发达国家的还是新兴市场的公司，都可以进行估值。此课也会讲述给比特币、黄金或收藏品等资产定价的方法。公司理财的目标是最大化企业所有者的价值，涵盖了每个企业必须做出的三个基本决策，如何分配稀缺资金及投资决策，如何为这些投资筹集资金及融资决策，以及返回多少现金给投资者及股息决策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跟着一起学估值和公司理财这两门课。